大家好，我是黄轩。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是让你意识到你不只是活在一个国家，而是活在一个地球。我的旅行永远我会留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我的旅程里，因为我觉得那样才会有惊喜，才会刺激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蒙古旅行，然后当地的朋友招待我吃那个羊的尾巴，是生的，他直接把那一块脂肪削下来，是一块油，要生的吃进去。那个其实对于蒙古人来说是最招待最珍贵的客人才会给你提供的，但是我吃不惯，最后我没有吃完还吐了。我觉得使用过程中质地非常的轻薄，然后你会感觉到它很深层的能够进入你的皮肤，然后让皮肤充满活力，非常的水润光滑。